前面我说拥抱会有小的尺度，别急，但是危机是机会。撒哈拉脱了牛仔裤，快散场逃逸，撒掉泪滴，集体跟歇斯底里的声线，放下仅有深度，无法从无意识催眠。你的装逼让世人排队，你是否快点找到人台？半扇门口摔掉六块鸡排，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。如果你是受伤的，就 put your hand。